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又下河边来钓鱼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到这里了钓鱼了，看看今天我们钓鱼的收获吧。到河边这里了，看这里，哇，这个水平挺好的，挺清澈的。大沙里的环保就是好啊。希望今天多钓点鱼回家吧，啊！今天啊，我们也钓一点小白条啊、蓝刀啊、带眼之类的。你看今天我们拿的就是蓝鲫啊，也是一样的，上次一样的钓鱼。我就是搞串钩的嘛。串钩的这个不用那么太多的料了嘛，哦，现在我们把这个料调一下，红葱，蓝鲫要多放一点，香一点，来鱼快一点，把搅拌均匀，那个这个湿度啊要合适，也不要太湿了，也不要太干了，没动静，哎呦，上来一条，到这边还上来一条，你看，哎呦，掉了，不要掉去，哎呦，小白条，到这边来，今天拿上来了，还上来一条，现在我准备都丢到那边河去，那边河鱼多一点，哎，看。连连上鱼呀，啊！上了。又中了，哇，小蓝刀，比较漂亮的一条，看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哎，马上就上了，这边挺快的，哦，不对啊，又掉了到这里，难搞喽，那边河去，放长线的钓大鱼，上了，应该是上鱼了。一条，你看，哇！大眼鱼，要上一条了，哈哈，又中奖了，哇，这么大一条的蓝刀鱼啊，
哇，好漂亮的鱼，蓝刀鱼一条，找的，你看，两条这么小，还行，上鱼多多，上鱼多多。看天色晚了，鱼也不上钩了，所以我们准备收摊了。收摊收摊。哎呦，看看今天拿了多少鱼。看一看。瞧一瞧，今天拿了多少？打开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都被老鼠咬了，你看漏水了。哎呦呦，都跳出来了。哦，这个被老鼠咬了，放在下面，放在楼底。你看，这鱼，哎呦，也有一半斤鱼。你看。全部这么大一条了，看不清楚啊！啊，鱼这样子，来一个多小时、两个小时这样，这鱼还没有吃的那么猛，不要跳啊！好了好了，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，这里的水都是很平的，这个漂游是最好的地方了。好了好了，回家了回家了，到田里面这里来了。我想把这个鱼放到这里面来，因为这个鱼嘛比较小一条了，所以我放到这里面来养。打开，我把鱼放进来。快长快大，下来呀、啊，下来呀、啊！哇，你看，快长快大！哇，看放在这里，还有吃的，有什么的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回家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